快呀。下一个。破坏性，对，一个是其实他心里面是有阴影的。下一个，我问你因为很多东西是靠经验，学校里面有时候给一些东西是给不了太多，给一些理论，给你们一些思考的方法，然后给你们一些指引。那我觉得，如果做电影这一行的话，还是就做，努力去做，多做几次就熟了，那经验就会是最重要的。